这个孩子一孝顺，在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，日子过好了，别老在家闷着。哎，没事出去旅旅游，旅游。对，本来吧，那个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都是。你别说话。有感觉了，上听了。那就出去旅旅游，旅游。什么叫旅游？旅游。旅游，出去走，旅游，对，走走，出去走，嗯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？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，有时候我出去买菜，算不算旅游？哎呀，太可怜了！你再喝一口，兄弟，再喝一口，还要再喝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，有感觉？听了，行，听了，旅游，这块都木了。哎，对了。都麻了。哎，好，先别管这个，出去旅游，旅游，对，旅游，去哪儿？去大西太行。哎呦，我去！买菜，买高级菜，不讲价。哎，兄弟，趁着这酒劲，有点意思了，你赶紧把电话打电话，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，以后就给收拾他，对，教育他，教育，打电话，啊，快打了吧，待会儿酒劲过去了，喂，十三妹呀，三爷，没事，你小点声，哎呀妈呀，给谁打电话？外人，没事，十三妹呀。那妹夫在这呢，你别着急啊！你过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好。哎呀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啊，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对，你这，就这样的啊。对，这样其实好啊。我还不管了。请坐。死哪儿去了？还就坐门口等我吗？对。去哪儿了？然后跑这儿凉快来了。对。找死啊！兄弟，该你了，上。不，我下。你给我什么？你下哪儿呀？你下。下面有酒递给我。好，对。那说你不能走这问题，你这样这劲儿差点过。我们家事不用你管。肥了，等我坐下。你们仨没事，站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把我折腾的。哎呦我天！哎呀！你坐下。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，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。妈天天打我，你不打我，我打谁呀？哎呀，咱俩结婚20多年了。我了解你，从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遇到一点事儿吧，你就打我，我习惯了。哎呦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其实，你说你不打我，火不往我身上撒，你出去对外人，那得得罪多少人呢？那人家得多恨你。你打我，我不恨你，我习惯了。媳妇儿，他们不理解你，我理解你。我是不是说错了？你说的挺好，说的挺好。老公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，
扶不起来。今天我发现了，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老公，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？谁没有脾气呀？我说吗？说。前年，咱家马桶碎了。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？踹碎的。这你别多大委屈啊！就是。去年，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？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？我踢折的。这都跟谁呀？这都是。今年。等会儿。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，是不是我摔的？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？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、啊！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？妹子，你可太不像话了。姐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公，以后再怎么生气，别砸东西，砸我。为啥呀？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？彩礼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大伙儿都坐下，我说两句。媳妇儿，你坐这儿。啊、老公，你坐。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说十三妹，我坐这儿不合适。你看看，妹夫对你多好啊！我说十三妹呀，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，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。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。说得多好，就怕做不到。我错了。哎呀，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。哎呀妈，你别打我就行。走，再回家。好，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了算呐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呢？听你的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行，姐，咱俩不干去。好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哎，现在咱俩有钱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你说。咱把钱拿出来给孩子们分分呗。哎呀，老伴儿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，真假的？那咱就大米粒、二米粒、小米粒，一人2万。哎，大米粒应该多给1万，因为这孩子吧，你说在这个家，这家伙活全是他一个人干，是多辛苦。那就是二米粒、小米粒2万，大米粒3万。不叫那俩人听着在挑理，也不能啊，不能啊，不能不喊他们了。阿美丽，我的天哪，天亮了啊！这怎么喊我还喊出打鸣的动静了呢？哎呀，嫂子，没事还不能叫你了？那没事我就回去了啊。给你钱，爸爸。这变脸比四卷福都快，400多块。爸爸，为什么要给我钱呀？这个钱不是给你的，哦，是给我那两个外孙子的。哦，啊，你一定把我这俩外孙子给我照顾好啊！放心吧，爸爸，哎，一人1万，转过去了。哎呀，收到，谢谢爸啊！谈谈感想。我要3台好了。妈，去！小美丽，哎，来了，妈妈出来。哎呀，我这是剪视频呢。二驴子。又发啥洋箭呢？离我爸远点。老妈，你是不是又相中啥东西了？来，我给你转钱，你喜欢啥买点啥。小米粒啊，我知道你现在是个老板了，小米粒工作室发展的也不错，你也有钱了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骄傲啊。今天是爸妈给你钱。爸，我有啥骄傲的啊？我又不像我二姐，不过呢，我现在确实小有成绩。那我怎么能要爸爸的钱呢？哎呀，你这是讲究谁呢呀？管好你自己得了呗。你要不要爸他不要，你转给我。哎，爸，别给他，别给
给我。转过去了啊！谢谢爸爸。哎呀，爸呀！哎，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啥呀？你看我大姐，哎，大姐，爸妈给你转你就收着，我们都有，是吧，妞妞？都有，都有。哎呀妈呀！啊，我是想给妞妞买课外书，那也用不了30000呢。哦，啊不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妈，你转多少钱？这不30000吗？30000啊！爸爸，我大姐要怀三胎呀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二美儿，是这么回事。你们啊都很孝顺，每个月呀，啊，都给我和你妈钱。啊，是我跟你妈，现在你看也不缺是不缺，和这钱也花不完。我们就想啊，把这钱给你们，咱们把日子好好过着。啊，你不会在乎这10000块钱吧？小米粒，我问你，你在不在乎这10000块钱？哼，哼。我不在乎，嘿呵，在乎你横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也不在乎这钱多少，耽误我在乎的是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了。哎呀，爸，你看这事儿整的，要不我给你转回去吧？我也不缺钱嘛。哎，大姐啊，你转回去就完了。你缺不缺钱那是你的事儿，一碗水能不能端平那是爸妈的事儿。这玩意儿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咋的？他比我肉厚啊？那你回头看看。嗯，他肉是比我肉厚。那你俩这是怎么分的？按分量分的呀？那要按分量分的话，小美丽是不是应该就10000呢？哎，我招你惹你了？你二美丽啊，你说你咋还斤斤计较了呢？行行行，我给你们姐俩一人再补10000啊。行，我不要。哎呀，不要，爸爸给我转。嗯，过去了。收到。妞妞高兴了吧？行了，我干活去了啊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大姐啊。在这个家里你是最辛苦的哈，这家里家外的都是你收拾的哈。不是二驴子，你阴阳怪气的，你到底想干啥呀？管着吗你？大姐啊，作为你亲爱的二妹妹，我这30000块钱呢转给你了。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哎呀，爸妈呀，你们给我钱呢那是你们对我的爱，我给我大姐钱呢是我们姐妹的情分。哎呀呀，我二姐呀，别看肉挺厚，但格局确实很高啊。是不是？二妹啊，来来来，听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马上就要不可控了，不能硬碰硬，是吧？你听我的，就给他道个歉。凭什么为他道歉呢？我干了一天活没落好，我还给他道歉，没门。你就只当撒个娇嘛。撒什么娇？不会。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二米，你给大姐夫个面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就给他一个台阶。行，好好，我给你面子啊。啊，来，钱顺风，我给你个台阶。这啥呀？台阶下吧。顺风啊，台阶来了，多结实，赶紧顺着往下出去。这是个台阶啊，我也有。来来来来来，二米粒，来，我也给你个台阶。这是个什么梗啊？你俩能不能别吵吵？什么呀你？啊？干什么呀这是？真是的，这么着吧，也别回家了啊！你回家你这么一闹，爸妈多难受啊！干脆咱去那烧烤店好不好？咱们一边吃一边聊，好不好？我不去，我不饿，我请客。走吧，走吧。咱俩呀，真应该像人家烧烤店那对小夫妻学习，人家俩人恩爱爱的，那距离从来没超过1米。不，他俩恩爱跟我们两口子有啥关系？你不得向人家好好学习一下吗？学啥呀？学人家是怎么相处的？哎，你学习学习人家嘛。有事说事，别搁这摔搭的。我问你，咱们店里那代金券哪去了？你找不着代金券，你赖我呀？不赖你，赖谁呀？是不是让你收好了？我收了，拿出来呀！你找啊！我找不着啊！你找不着代金券，你赖我呀？摔的吧，切你的肉！你穿你的签子去吧，你。有人吗？刚哥来了。来了，刚哥。你看这两口子配合的多默契！来吧，来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一个人吃一桌啊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我这边怎么还摘着歪歪的呢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给你调过来。干啥呀？我就不怕摘歪呀。哎呀，你说你们，哎呀，哎呀，行，行了吧，稳当了吧？别吵吵行不行啊？这过日子就得四平八稳的。来吧，想吃点啥？给我点个鸡头，鸡头掰脸的头。行了，王小倩，可别喊了，就你那几句词儿用编一宿啊啊！再说了，你不是要跟我赌谁先感动小米粒吗？还赌不赌了？你当我词儿？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这我跟你开个玩笑啊！我看你那么嚣张啊，那么嘚瑟，给你点教训。这样，一会儿小米粒出来，我把实话跟他说，这些词儿你跟他说的，行不行？不用说了，田笨笨。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小米粒，你都听见了？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我问你，你是被雨淋感冒的吗？是啊。那你是为了我吗？那不是。哎呀妈呀！小米粒，听着没？他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别的女孩。这边追着你，那边追着别的女孩。田笨笨，你行啊啊！小彩俩都传，你不传翻了哇？王小倩，你能不能别出声啊？我没追别的女孩，我不信。今天就当着我们俩的面啊，告诉我你是为谁淋感冒的？那个女孩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是我。王大爷，田经理啊，我到那个给你送的红花油。完事我就到那个物业去了，他说你到这个什么诊所来了，我就赶这儿来了。昨天呐，真亏了你了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。哎呀，这谢啥呀？谁遇到这事儿都得帮忙。哎，黄大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昨天天挺热吗？我把那个南北窗户我就都打开了，我就晚上呢上那个广场去跳广场舞去了，突然就下大雨了，这雨下的，我合计完了。咱家那被窝褥子肯定得湿啊，我就赶紧往回跑。哎，正好看见我们田经理帮咱家把这窗户给关上了，从那小梯上摔下来了，这给我心疼的。我带着心上诊所看看吗？你说他说啥都不去。哎，这小子，你王大爷，我以为没啥事儿呢，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，就是腿特别疼，然后浑身难受。雨淋的感冒了是吧？可能是扎针了吗？打了，大夫说了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咱们小区啊，要有这样的物业经理，咱这是咱的福分呐。笨笨，你受伤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说啥呀？这不是正常工作吗？工作你得注意安全呀，那万一真摔坏了怎么办呀？啊！小米粒儿，你为啥关心他呀？我病了，是为你病的。行了，别赖叽了。嗯，我知道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挺感动的啊！真的，笨笨，你为工作这么认真负责，我更感动。